哎，你看你，你再陪人家去那家商场逛逛呗，走走，不动了呀。哎呀，你就是不爱我了，你就是不想跟我花钱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认为男人挣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？尤其是做我的女人，别的我给不了你，只能给你两种花。哪两种花？有钱花。 随便花，再说了，卡在你手上，想买啥就买呗。对呀，密码多少来着？小点声，这么多人搁这瞅着呢。嗯，看，六个八，六个几？六个八。 我这腿真麻了，走不了，你自己去行不？六个八啊，相公啥你就刷，随便刷啊。六个八，六个八，六个八。我的妈呀，陪他走一天了，从早上7点走到下午4点，啥也没买，哎，就买张面膜。你别小瞧这面膜啊，那比我车膜都贵啊。贴上15分钟拿下来，钱白花了。你看我这车膜。 从外往里看，啥也瞅不着。但是你要是从里边往外看，一目了然。我不跟你们唠了，我得上车休息一会儿，这腿走的焦酸呐。哎呀，真舒服啊！现在这个朋友圈根本就看不了，啥都晒，有晒吃的的，有晒喝的的，还有晒穿的，还有晒女朋友的。 我行，我也晒一晒呗，晒黢黑。我来啥意思呢？我跟我这个梦中情人呐，老同学搁这见面，这还没到呢。哎呀，这谁的车呀？气派呀，趁现在的照张相啊！老同学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在停车场，我后面有个车，对。 就在车旁边啊，6.0的。嗯，我等你啊。这车太帅了，还得录段火山小视频，还能挣100块钱。哎呀，身边的朋友都在玩，神奇的 APP 呀、啊！看见没？新提的车，属实没毛病，有牌面啊。看看这漆子啊，看看这高，看看这车底盘，看看。 车模，挂了，我司机。你谁呀？我车主。站住！小伙子胆儿挺肥呀，啊？搁车里就待这么大一会儿，不光车是你的了，这咋的？就连我这车主也是你司机了？哥，你别误会。 今天吧，我跟我梦中情人老同学搁这见面，我不信你这车挺好，照两张片，那啥，炫耀一下。哈哈，懂了，在初恋面前想要个面儿，嗯，懂。谁没年轻过呀？是吧？我也先也装过，你也装过啊？大师兄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。 我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？通过自己的拼搏、奋斗、努力，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你看你哭啥呀？哥，你咋的卡带了？我咋就没成功？你咋就成功了呢？我咋成功？因为哥自信呢。 这还不知道了呢。哎呀，逼得自信啊！这么说的话，受小弟一拜啊！不是，老弟啊，你这可不行，你这歪，我接受不起啊！你不行，你是成功人，你不能比我再低呀、啊！你不能比我低呀、啊，老弟啊，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上趟卫生间，你帮我看会儿车啊！行，这必须得，哎呀，哇，这成功人走道路这么销魂啊！
老同学。大笨。安这儿了。是我。铁牛。哎呀，几年没见，还是那么漂亮。是。一双迷人的大眼睛。你也没变。嗯。一双贼不出溜的小眼睛。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水汪汪的大眼睛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眼睛这么大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妈妈怀我的时候，她就爱吃葡萄，所以我眼睛就大。阿姨怀你的时候肯定不爱吃葡萄。嗯，我妈怀我的时候说了吃葡萄了。那咋这么小呢？我妈吃的是葡萄干儿。别笑了。哎呦，我厉害了，大笨。啊，这你车呀？啊，对呀，我的车呀。哎呀，真不错啊。这车档次一般。这车档次还一般呢？啊，少说也得几十万吧。那你平常都坐什么价位的车呀？这可不是跟你吹，几百万哥也经常坐。哎呀，你太牛了。就这车我都当礼拜天开。哎呀，你这礼拜天过的赶我家万年历了都。这车我都不用开。是吗？哎，先生你好，请问一下这车是您的吗？啊，是我的呀。咋的，相中了？拍个火车小视频发个朋友圈发吧，不要钱。不是，您这车有问题。我这车有啥问题？我这车新买的有什么问题呀？不是他这个吧。不是啥呀，你看我这个漆面，看我这个感觉，看这个车底6.0排量的，你看我那个 logo。 不是哥们，我这是停车场，它不是车展会啊！你车停着，你得交停车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车就得开走了。开走，没钥匙。不是，那你这车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有司机。我有司机，钥匙给我司机的呢。啊，那您的司机呢？他闹肚子了。啊？咋的？吃海鲜吃的？吃没吃海鲜我不知道，但走的时候跟螃蟹似的。行，那你啊还是赶紧把钱交了吧，要不然车真就得开走了。不是，这车不是我开的，我交啥钱呢？不是，你这个人咋就、哎、大笨，这不是你开的，但是你是老板呢，快点交钱得了。就是啊，我没钱啊。你能没钱？不是，我有钱，这个刷卡。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，头一次看着干这还得刷卡的。哎，不是跟我闹着玩呢啊？啊，你这公交卡？你还坐公交啊？这不倡导绿色出行吗？你都快给我气绿了，你到底能不能给钱呢？我这兜里就1.6元，你不行的话，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不，这哪有打白条的呀？你说你咋？行了，兄弟，来，这钱我交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行，没事。看看人家，再瞅瞅你，真逗。铁牛啊！啊，你看我车，我找司机去。你干啥去啊？我得把钱给你要回来，这钱也不能咱花呀。没多少钱，就5元。得瑟，呆着得了。瞅瞅你这个样，瞅瞅。姐，你要劫道啊？我说妹妹，你要抢车呀？抢车？你干啥的？我干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看车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保安。不是，我说这现在这年头，保安都变成女的了。谁是保安呢？你不是保安，你看啥车呀？给朋友开车不行啊？朋友？男的女的？男朋友咋的？男朋友？干啥呀？我男朋友不行啊！我长这样是不应该有男朋友。我30多年有个男朋友，我过分吗？我这颜值我就不应该有男朋友，是咋制造笑？你说的我还说呢。哎呀，你气死！我就上去绕了一圈，没想到你就来了啊！早知道我就在车里，我就不走了我。啊哈！你是司机？哎呀，现在这司机还都是女的了啊，挺横的，你说你谁是司机呀？那你谁是司机呀？那我知道谁是司机呀？我是司机。谁呀？他是我男朋友。你喊啥呀？我跟你抢了吗？
你谁呀？她是你女朋友。咋的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她是你男朋友？你俩看我干啥呀？我冒昧的问一下二位。你别冒昧的问了，我问你一下子，你谁呀？我呀，安哲拉铁牛。我呀，没问你是啥牛，我问你是干啥的。我干啥的？我给男朋友看车的，不行吗？你给你男朋友看车？你俩干啥呀？不是我有个男朋友，你俩咋就不同意呢？我30多岁，我有个男朋友不行吗？我呀，我这颜值不够，我长得要是不应该有男朋友啊？我呀，我颜值、啊。你这颜值行啊，你这颜值是这个啊，不是你说你给你男朋友看车，你男朋友谁呀？我是。妈呀，你看长这样还真有男朋友。铁牛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想当你男朋友。那个，我喜欢你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真的喜欢你。说实话，啊，其实。我也喜欢我自己。我说你又是谁呀？看着吧，大笨，你这女司机我发现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啊，女司不是兄弟啊，这我得说你两句了，你这么整有点过了吧？咋回事啊？啊，那个媳妇啊，嗯，我上车跟你说去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大笨，还记得咱们俩上学的时候吗？记得，那时候我总抄你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考试，满分150分，你打了300分，我0分。老师还批评我了，说我没交卷。是啊，那个时候你特别的实在。抄卷子连我名字一起抄，所以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你，我还喜欢你以前的你，实实在在的。铁牛，说实话吧，这个车它不是我的，我寻我见你我想炫耀一下子，就是猛事儿。不催了，你不说拿这车当礼拜天过吗？今天是礼拜天。那几十万的豪车呢？公交。几百万的座驾呢？地铁。哎呀，大笨，人可以穷，但咱不能假呀。你是要脸，得靠双手去争，靠双脚去追，不能靠这张嘴去吹，对不对，大笨？我知道错了。我没有车，也没有房，但是我有个爱你的心，我能追你吗？大笨。我家有点事儿啊，先走了。追上我再说啊。这啥意思啊？改口了，追呀、啊！我能追上吗？上车，哥帮你提速追他。这我不好意思，你说。没事，我是你司机嘛，帮人帮到底嘛。我上车。上。找啥呢？上车嘛。老弟啊，你先别上车了。哥车打不着火了，你帮哥推一下啊，咱一起推啊！哎呀，哥呀，啊，这个速度能追上吗？老弟啊，哥帮你一起追啊！铁牛啊，铁牛，等等啊！